处心积虑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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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对呀，我就是那个只对你处心积虑、费尽心思的登徒子。哎呀，别让楠楠看见了。楠楠早就已经睡着了。 莲心呢，我已经做好了。不如我们今日趁着这花好月圆夜，一起共品莲心。嗯，好看吗？好看。 秋草黄，人间数落几道伤，不曾荒凉，心岂能发丧？你我怎随天意遇上？年轮浮写了几卷，一命运悠长，梦在越沉越不安。 明月思念，偎依人绵长。就让这眼泪好强，铃心事隐藏，人影过后荡。借出时光，执手痴狂。纵横过千千万难，却甘愿与你牵绊。悲欢过多少聚散，相依为伴。 不放两世欢，眸光摇曳我青睐。就算绝途，我情深遗憾。你们在干什么？ 儿啊，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半夜三更，孤男寡女的在这里干什么呀？我和你娘亲正在商量四国大赛的事宜。对对对对，商量四国大赛的事，需要这么多花灯干什么？上面好像还有话哦。 这些花灯是总结过往经历，方便我们吸取经验教训。那这又是什么？这是阔科斗制成的糕点。
激发心阳，行气活血，有提神醒脑的功效。赛前服用可令人亢奋，助你徒弟拔得头筹。嗯，是吗？为师可要亲自试一下。 好吃，不错不错。不过小爷，若为师发现你要是再怼，你师乃图谋不轨，为师可饶不了你。看来浩然说的对，与其小心谨慎的隐瞒，还不如向楠楠谈。 杨戬果然没骗我，吃完这莲心后，我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力量。楠楠，你看，走，来，慢着，我们这次的目标不是兔子，它只是诱饵。 那猎物是什么呀？啊，猎物来了，大弓，拉弦，屏住呼吸。 用心观察飞鹰的轨迹。 在他即将猎食那一刻，便是他最松懈的时候。动手！哎呀，可惜就差那么一点。我记得我父王第一次叫我狩猎的时候，我也是6岁。楠楠已经比我当年好太多了。哎呀，那当然了，等我长大，一定会超过小叶。 成为天下最厉害的将军，我等着那一天。哎呀，你等着瞧吧。莫姑娘，玉姑娘，韩大哥，四煞膏的解药我已经准备好了。 辛苦玉姑娘跑一趟，没事儿，反正我也是来接楠楠。他们人呢？公子带着楠楠去后山狩猎了。那我去寻他们。